问题的。他鼓励的就是穷追猛打，鼓励的就是去 challenge all these establishments。但是呢，一个企业如果真正想走得远、走得好，一定要去把这些 sexism 还有 racism 的东西要抛除在文化观之外。而这个 sexism and racism 后面又跟了一个定语从句 that 来引导的，来修饰它的一个结果，叫 that led to the ousting of its founder Travis Kalanick。这个性别主义还有种族歧视呢，其实直接就导致了他的创始人 Travis Kalanick 他的退出。ousting 这个单词来自 oust， 表示的意思就是放弃一个位置或者是离职啊，叫 oust。那么加 ing ousting 也可以 ousting its founder。 founder 这个词我们讲过很多遍了，注意它的读音不要读成 founder， 因为呢 ou 在这里发的是 ou 这个音，所以读的时候应该是 foul founder not founder but founder。 ousting of its founder Travis Kalanick。公司呢要做好，不仅是产品要做好，更关键的是价值观要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做正确的事儿比正确做事儿更加的重要。所以呢，现在 Uber 经过了这样的起伏啊，作为一家非常大的 unicorn 独角兽公司，经历了这一次换帅的风波，那么未来它的企业的走向应该来讲是相对稳定的。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的这篇文章。如果你想使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可以在微信当中小程序搜索